的小姐到底要两倍，一倍喝咖啡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不行，我这个外套惊黑，一点点也不行呀。不行啊，我这个外套会。这个布的应该，哎，这个应该就比较还好了哈。这几叔叔那地方是外套，是外套。哦，外套的较袂烫，这塑胶的。对啊。一点嘛就，对啊。就买去啊。因为这足贵的。哦，所以今日这场就倒塌啦。对啊。啊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一个配布。什么配布？你会当甲烫起来啊？哦，我倒，我来在穿底。无啦，你会当用这金皮。哦。真金不怕破链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做起阿表已经做错啊。哎，袂奇怪呢。你感觉头前比阿表较少。哎呀。所以讲起来。所以讲我好朋友吼，会记呢来甲咱关心咱的平安去，嘛会记哩吼来甲咱后辈讲吼，人讲三更亲友来吵着咯，祝福大家事业拢总有好运道哦。是，后拜拜了后，会记哩爱烧金，啊祝福大家老阿厝拢总会当哪赚哪出金吼。啊，我们今天的舞台上遇到完贝塔探视吼，我阿舅说来精心成为，谢谢。咱家好朋友，咱的下次当所长，多你来呢，啊对着呢，咱进行影视传播吼，会帮您个照顾。再次祝福大家金银财宝，拢总会当赚干毛成功。是，谢谢。哎，今日咱四哥你们歌声吼，人讲嘞新歌当天老歌自然会了，吼啊不管新歌嘞，咱来个做安排，老歌嘞，咱有缘嘛来个做穿插。哎，啊是姑娘继续安排这圣诗呢，啊是配合主持安排挂中鼓的。我嘛不知即个新在古位。什么歌你讲我听？孟慧玲嘛，哎，这个算有点新啦，但还不是很新啦。是啊，哎，他新的算最近微黑的，算个新的哈。这个算哎中中的啦，中中的啦哈。来安排这首《孟慧玲》也非常棒，抒情的一首歌曲。孟慧玲送给所有的朋友。Oh,
有进步，支持你的村的村干事呢，谢谢。谢谢